好，那我们把佣兵打一下吧。佣兵的话，这边属强不是高。爆伤呢这块魔友有黄字15基础黄字跟35鹅黄。有爆伤这块我才想起来，我那天特意弄了一个，掉的时候特地弄出了一个爆伤。原来我的肩是那个原来我的肩是血色，后来改的。正常这块其实也有个爆戒，但是我肩膀没有其他东西了，然后就这么搭了一下。没有宠物啊，有个宠物啊，送的宠物。然后换装呢是13级，就是这么一个号。然后开始打单人王吧，走，咱继续虐待小乌龟去。就是谁虐待谁不一样，打团有时候卡有时候不卡。手势的话三个零附魔，一身都属于零附魔，武器是加10的。剩个啥呀，防修让能啊，垃圾。哎，为什么刚才起老马再掉线就那啥那个原地爆炸那个那啥呢？我是啥属性？我是冰啊！对，感谢各位小伙伴送的辣条啊，感谢这个小小送的吃瓜，感谢这个虾子送的666，还有这个乙酒送的吃瓜啊！哎呀，操的呀，没拿药啊！不拿药不闹你吗？不拿药会死人的。艾肯6比艾肯6加强闪，艾肯6本来就是用来搭强闪的呀，兄弟，你这话怎么我听着这么怪呢？听着怪怪的。我给你30分钟时间，你再给我整理一下你的发言。六加开五，那你得等改版。改版之后，你这么搭能搭上吗？操你大爷，翻车！我这他 I 上原来放的是控制，后来改加点了，他妈现在 U 上是控制，我就感觉这怪他妈怎么感觉有个控制技能没放出来，奶奶的！这个职业就是说技能后摇太严重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我强势犯傻。403有啥来说？没让你402呢。哎呦我操你大爷，这个这些怪也太秀了吧。这怪都哪儿来的 ?PK 场出来的吧。我当时正是全好摇，我就啪一大嘴巴子就给我打晕了，操的！大叔电脑 i7700K 然后1080。
哎呀不要，哎操，还好还好，我瞬间挣脱了。这号暴击也跟那个刚才那个那啥一样，就是爆伤太低了，是吧？不是爆伤太低，暴击太低了。他这个是啥呀？他是技能攻击的，还好歹还好点，但是暴击低的话发挥不稳定。吞噬魔倒是跳得快，废话，吞噬魔那玩意跑起来真有意思，能比吞噬魔快的真没几个。你是在埋汰吞噬魔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吞噬魔保护协会发来强烈谴责。为啥？哎，好烦呐！我这个移动速度这么慢，跟个球似的。大哥，快松手！操你大爷！被这个球追，我都不敢放技能，整了。哎呦我操的！因为我怕放，还来！你他妈没完了呢！让我把二军扔出去！让我原地翻滚一下！哎呦我操你爹，太他妈欺负人了，这游戏欺负人都欺负到这份上了。哇操，这不暴击，大哥你出来的时间有点长。没完没了跟我嘚瑟，你说你跟我嘚瑟什么？你是不是欠杀？你是不是欠杀？该说我交臂，你给我站出来，打死你！看见没？999，感冒灵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拿什么打联机呢？我这号连个白字都没有啊，一下就是一下连击啊。我应该买点飞盘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对了，这个得给我小本提个醒，飞盘这个东西啊一定要注意啊，如果你职业没连击说啥得买点。你终于他娘舍得那啥了吗？啊抓抓，操你大爷！我突然发现个事儿，火塞我打到，本来我觉得这技能能强啥，但是我这个攻速啊，我放出来之后人都跑了，高抬手估计都来不及呀。那个小技能我伤害不够，要了跟拼命哎。哎呦这个速度，哇这货
哎，能不能暴击一下？我他妈是60暴击，不是40暴击。六个技能，五下没暴击。怎么发现有时候这么烦呢？没事，这块我可以放个这个。没抓着，烦。这块还是加着放置型控制好一点。我这连击数，你说我拿什么打那火山口？放开我，我还能在这玩二年？操你大爷！来那头，我。哎呦我操！我出来了！哎呦我的天哪！替板娘好打，这样先踩四个，一个空，第二个空，一个这个，接个一局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有空的职业，哎呦我操你妈！这烦不烦呢？打脸子来这么快，烦不烦呢？我受够了，这生活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集中个蛋呢，我这个选的是手动释放。你说连击射屌样，你还选的集中或者是那个那啥？那种都需要触发的，你拿什么来触发？拿头触发吗？这跳太慢了呀！这个技能啥呀？黄瓜菜都他妈凉了。这个技能好像可以。但是他妈的他是多段的，就听打这儿吧。哎呀，烦死了！这他妈怪成天就只打脸，但是如果要是伤害够的话，这个你妈个蛋！烦死爸爸啦！就我这刚才放的技能，他打这儿的，如果说当你伤害高了，用这玩意儿也能当枪杀技能。哎呀，操的，进不来了那土，变血了。加1500万，六秒一下。这技能梗的呀！哎，怎么是土呢？应该进血才对呀。自己的话速度太慢，如果要是速度快的话是可以打，可以用这个的啊。这个叫这个覆灭之枪，80级大技。如果你的攻速够的话，是可以用这个技能的。大叔这个攻速，你们懂的。看着他抬手，我也抬手的，你看啊。
看着他抬手，我瞬间放技能，等他他妈拿拳头打我脸上了，我那个枪管子刚架上。预判，你预判个屌啊！你能你要预判，你不得朝左这边？你朝这边打，他不往你身后那啥吗？还预判？你我比如说我朝这边，我往这边放的时候，不得那啥吗？还预判？我拿屌预判呢？你当时那啥呢？你当时什么大范围型技能呢？他这技能后面没有判定的，只有前面枪杆的那个靠前才有攻击判定的。预判演个蛋演，你看这个上面有三点水吗？演，我看你像个演。红豆必得啥呀？蓝矿拿好。不行，他这个判定的话，人身上是没有判定的。这个他妈大枪啥都好，就身上没有判定，是真的恶心。受死吧，走，拿菜刀砍死你。啊，痛痛，操你大爷，累死我了。杀手视频都传上去了啊。哎呀，血的绿明怪它会出现三个血，把那三个血打掉就完事了。它会在地上出三个血球，血球一打掉它就进入僵直了啊。也没水到哥，我都说了今天十更。这才更多少个呀？这才八个，还差两个吗？这个号，这个是第九个，还剩一个那个是第十个。啊，又是豆子，烦呐，好烦呐。好吧，这就是那啥的，这就是我这个的吧。他打火山的话，现在由于火山那个还是老版的嘛，就是需要打这儿。但是他说实话，这个技能用来强杀还不错。你看啊，18600这个东西，只要是装备稍微比大叔好一点的，你基本上两个字左右就崩死了，或者说直接就干崩就完事了。一下能到10%，就没必要打这儿了啊，因为在里头的话大概是6-7秒一下嘛。嗯，如果你要是有宠物。